好的，我们之前有测试过啊，像这个栅栏和石墙中间的空隙，我们是可以走过去的。可是怪物的话好像就不行，有没有？像这么小只的杜鱼，它也走不过来啊。那我就很好奇了，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种道具可以产生这个状况，我们来一一试试看行不行啊？来，首先是钟乳石哦，这个可以过去哦，看一下。哦，等一下，它有点猛，不过僵尸应该就不行了啊。再来呢，就是避雷针哦，试试看。哦，同理，中介组应该也是一样。那地板门，哦，地板门会，等一下。然后灯笼呢？灯笼也是可以走过去的。嘿，哦，真的不行哎，好猛哦。那这个悬挂告示牌呢？哦，真的假的啊？花盆呢？四个。哇哈，最后就是四个阶梯拼起来啊，这个峭刺过得去哦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杜鱼行不行？哇哦！